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是一期临时起意的更新，是关于 U 系列的新剧推荐。起因是上周四我去店里闲逛，正好赶上 U 系列上新。其实货架上看起来真的平平无奇，但是试穿之后我立刻觉得这季设计真妙啊，于是突发决定赶回家拍视频。连三脚架都是问朋友借的，可见我多兴奋，拍摄又有多仓促。关于过去没有更新的一年的近况，我想在视频的最后再跟大家汇报。咱们现在先看内容吧。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简单的无袖背心。很早之前就收藏过金敏喜的一张照片，当时就觉得惊艳，所以看到 U 系列 lookbook 的时候，第一个 label 的就是这件，只要19刀，物超所值。这件看起来简单，但剪裁考究，走线收边都很高级，用它来搭配牛仔色、卡其色、白色夏装都好看。U 系列的基础 T 就不多介绍了，版型好，面料扎实。白 T 我更喜欢女款，面料比较顺滑。L 码在我身上是不夸张又穿着舒适的廓形，白 T 加卡其裤加蓝色衬衣，算是一个可以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又人人都有的经典搭配。这件衬衣是两年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的 Frankie Shop， 夏装搭配的是 U 系列经典的 Curve Jeans， 非直线条的裤管设计是亮点。之前我把 U 系列的试穿图发给我最好的朋友们的微信群里，他们普遍反映最种草的就是这条裤子，再搭配上复古的小皮鞋和小皮包，就是一套比较韩风的出街穿搭。下面这条牛仔短裤是本季 U 系列我最喜欢的夏装，从颜色到剪裁处处体现高级。水洗是有些做旧磨毛的深灰色，在我最喜欢的黑白灰和极简穿搭里几乎是万能的。口袋的设计把这条短裤的高级感拉满，这条短裤没有侧缝，是口袋的边缘延伸下来充当的侧缝，视觉上会更显腿细。侧面看裤筒也是立体的，会有那种腿在裤管里逛荡的感觉，更加成了显瘦效果。而且它前面和屁股都有口袋，能轻松放下手机、钥匙、钱包，很实穿。接下来出场的是我本季最喜欢的上衣，是一件 U 系列的男装夹克。男装的 S 码女孩子当廓形上衣正合适，这件廓形超高级，剪裁也很 roomy， 上身完全不拘束，面料依旧是轻便柔软的，作为日常 to go jacket， 喝咖啡买菜再合适不过。另外它的版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袖口下摆都可以调节，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喜欢剪型剪裁，收紧即可。做个简单的风格切换，把帆布包换成棕色的邮差包，搭配同色小皮鞋，看展约会探店拍照，更文艺复古彰显风格，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下面这件针织上衣是我的意外收获，看 lookbook 的时候觉得款式太普通了，并没有种草，但是在店里真正上身的时候才觉得有说不出来的妙。这件针织面料意外的非常柔软，哪怕是在家摊着穿都觉得舒适自如。套上刚才的男装夹克，它搭配浅色上衣也一样好看。刚才忘了说，这件夹克的实用度也非常值得一提，内外上下有多个大口袋，出门甚至可以不背包，搭配上薄看就是一套慵懒随性的 city girl 穿搭。还是这件毛衣，搭配一条白色的牛仔裤，就是一套特别温柔的奶油色穿搭。我的奶茶色牛角包放在这儿太合适了，不过这套有点过于温婉，我还是会穿薄看来平衡一下。看 lookbook 的时候很种草，模特上身的一条水洗蓝的牛仔裤，但是我没有买到，我就用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 a gold 顶替一下，用它来搭配 U 系的白 T 真的不错。这件灰绿色的 jacket 我觉得蛮实用的，短款柔软轻薄，我自己会配上一双走南闯北的脏匡威，完全就是我喜欢的舒适自在不拘束的穿搭态度。另外如果去旅行，我想我也会带着它，折叠起来放在包里非常方便。把这套的牛仔裤换成三宅的褶皱裤，就立刻有了日系的氛围感。由于视频时长限制，我就简单的套上给大家做个参考。下面又是一件19刀的小背心儿，工字背心儿加大挖背，特别能彰显风情，却不显谄媚。
这季 U 系列的面料真的都非常柔软，这件哪怕是贴身穿也非常能带给人安全感。春夏之交的时候可以直接搭配同系列的长款衬衣做空调衫或者防晒衫，而且同色系的穿搭虽然无脑但显得毫不费力。这套虽然不惊艳，但是对我来说日常穿搭更注重舒适性，我不会去刻意追求形式和细节，而是更关注随意自在的穿着感受。最后是两件虽然有些边缘但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单品，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 U 系列推出了 legging， 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一条 La Mer 里非常常见但其他品牌很难找到的深灰绿色。这件是针织面料，很柔软，包裹度也很好，它有10厘米左右的超高腰，把小肚子包裹得非常紧实但却不紧绷，像我这样坐着也不显肚子。这条 legging 搭配之前的无袖上衣和同系列的 double 口袋，内搭上运动 bra， 夏天就可以直接去 gym 了，着实是不动脑就能 get 的高级感同色系穿搭。最后一个单品是 U 系列的渔夫帽，做工精细，比例协调，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得体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今天出门前临时补拍的素材，日常出门我是不化妆的，感恩渔夫帽和黑框眼镜让我可以防晒和体面兼得。它的面料仍然是非常轻便柔软的，折叠起来可以收纳到包包里，出门非常方便。 legging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件，跟帽子颜色上下呼应，这套我临时凑的出门穿搭，虽然不考究但是至少保有审美底线，也是我觉得本系列 U 系列单品非常大的优点，两两配对基本上就能组成一套得体的穿搭。那这期视频的正式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之前有段时间没更新，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琐事要处理，去年年初的时候体检发现身体出了点小问题，年终做了手术，下半年一边恢复一边忙新家的装修和搬家，不过请大家放心，现在终于都 settle 了，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此刻还在看我视频的你们，让大家久等了。但是我们的下期视频会很快再见，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